Calls on H&M, Saint Laurent. Whoa, Amundsen, the way you flipped your dad. Magazine. And the way you made that coffee look sweet as hell. I'm gonna call Crook Emotional. Oh shit, she's looking down. Yeah, Hello. 今天是清晨的你，我感觉眉毛可以再粗一点，对吧？眉毛好像可以再粗一点。今天随便乱画。哎，我根本听不到。我是耳聋吗？我真的听不到。我不是故意的，但我听不到，是真的。有啦，我念完那个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有听到，但后面的那个拍照那个我就没有听到，还是你们那边没有喊，我也不知道。昨天进场的手机是要啊，我没有要给你们看东西啊，怎么了？看起来很像要给你们看东西吗？没有要给你们看，真的假的？对不起，真的听不到。算有变粗吗？好像有粗一点，那光照下来什么都看不到。哦，把光遮起来变好粗哦。我把光调小一点，不要开这么亮。嗯，暖阳光怎么样？暖阳光，你当时在车上是不是在买什么？你说下刚到的时候吗？刚到的时候我们确实在买些什么？你们怎么知道啊？哎呀，是不是日方的人来？日方的人来？没有啊。我一直都没有很收敛，我甚至忘了他们的存在。哦，我算了算了，我天啊，这个眉毛是想给我整死啊！越搞越糟，越搞越糟，没事没事。暖阳，你放吗？这个吗？才不是第一天啊哈！我先吃饭 ，OK 啊 ，OK 。实在是非常抱歉，因为那天有点小小的感冒，嗯。所以声音比较低沉一点，然后有点不真的，我马上滚回家了。当天有感觉到，不是小迪，不是小迪，没事啊，没事。就是我，我跟你们讲，大概在，我不知道是可以讲啊，有点敏感，这个话题有点敏感，对吧？这话题有点敏感，不要紧，不要紧，没事，小感冒，好了。是啊，我上礼拜四的时候有小发烧，这小小的小发烧，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就是跟，对，然后我声音已经这样子大概四天了，你刚才对，然后就很可怕。所以我可能有吗？你没有感觉吗？就没什么精神，还是没有让你们感觉到？ Maggie 在哦，大家。然后我礼拜四我就请假，我就在家我就躺了一天，然后就好了。还好结束了，我不在状况，真的吗？我看起来很不在状况吗？好啦，志宏，只有 Maggie 在，你才会跳出来，我知道。早安。你的声音正常吗？正常。正常。你没有感冒？没有啊。没有，真好。哎，公演的你真的吗？真的吗？听你一开口就知道了。对，那个时候很尴尬，那个时候我想要自我介绍，然后我想要就是大家好那种，然后就出来声音是大家好，就很低。Maggie 是破啊？不是，他不是。看起来是看到没机就兴奋的人，是，没错。而且我昨天尝试了我从来没有绑过，就是两根粗辫子在这边。然后那时候还在犹豫心痛的错误要不要变成两个双马尾这样，但是后来就没有，后来就是两个双辫子。我第一次自己绑，虽然绑得很烂，但是没关系。我觉得好看就好，而且我很久没有跳那个明天起接吻，我还以为你们两个都小感冒。哦，你怎么没说你是智恩？他们叫我不要讲啊。他们不是叫我不要讲，就是我讲完，然后他们讲就好。要睡着了，右边的辫子放掉好久。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就是我不知道它掉了，我到最后结束，我去休息室看，我说我怎么少一根辫子？然后你就说啊，你不知道吗？你从大概倒数第三首开始，你的辫子就掉了。我说哦，真的。什么什么他们？不要讲什么，忘了，叫我不要讲。那法姑就直接，我也不知道，所以发出来，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突然就掉了，我也没理他。为什么不要讲啊啊啊！不是，你们不是叫我不要讲吗？他说，就是说我讲了李梦纯，然后你们喊嘛。我说你们叫我不要讲，不是成员。不是说我讲完李梦纯，然后你们再喊知恩就好了，不是吗？我理解错了吗？啊，受搞！陈建斌，这真的很尴尬，各位，这真的很尴尬。我想要演示一遍，我给你们看，没有看公演的，我演示一遍给你们看。帮我拿一个发箍，厚的那种，白色的厚的那种，厚的，厚的。对，会，就这样，没事吧 ？OK。就是呢，明天请接吻不是有一首，他的法箍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套在头上。然后那天呢，因为我们之前都会夹夹子，但是我这一次有点懒，我就没去找那个，没去找姐姐夹夹子。我以为我说啊，这首歌怎么可能会掉呢？然后
因为也 没怎么大动作，对不对？然后就跳到最后完美要结束的时候，噔噔噔，那个噔的时候，那个法箍就变成这样，你懂吗？就变成这样，噔，然后就噔，然后就把它扯，我就把它扯掉，做完最后一次动作。可有点懒，就没有加架子，十分的无奈，各位。完好好的一首歌，就要完美结束了，他这样子弄我，看来我不适合跳这首歌，对吧？他就是叫我不要跳这首歌。VOD 是什么？属于你独自，一点也不完美啊，各位。我真是啊，接吻等一阵回来还是给他跳好吧？我觉得一人一个 uni 刚刚好，刚刚好。就录影备份啊，没有录影备份吧，千万不要。最好拿得下，对，无语，节奏都大。哦，他不会在最后那个 pose 上面，然后咔嚓吧，我会很尴尬。我回去他都还没回来吧？哦，有可能。不会流汗，你懒得跳吗？不会流汗。我觉得每个人，我觉得官方有的话先不要闹。不是懒得跳啊，就是说在后台就可以有更多时间去拍照了。偶像哪会流汗？哦，现在会流汗了。我跟你讲，越漂亮越会流汗。你看邱秉涵，大把大把流。我以为你要举手，我没有这么。说实在，我喉咙其实不怎么舒服。真的，不只是声音，就是我喉咙也不怎么舒服，所以我就没有讲很多的话。其实，哦，我要跟你们说，哎 ，MC， 我真的是。很错愕，非常之错愕，比我想象的还要早。谢谢，我是吉人。我也想说啊，但是我没有听到有人叫我，我在等人叫我吉人，我要回答，可是我没有听到。天啊，那不是汗，那是什么？有买喉糖吗？没有，但是果果有分我们吃那个膏，枇杷膏，哇，超难吃，但是吃了有效。啊，我没有听到，对不起。啊，对不起，可能知恩这个名字比较难打声吧，因为知是知，啊，难，比较难，比较难。谢谢 Panda 的比心。哦，我现在怎么每次讲话讲到一半，我都会忘记我在讲什么？就是我换个灯好了，我这个灯好不习惯。这个，算了，还是刚刚那个灯舒服点。榴莲，我真的，我讲了这么久的知恩，你不知道知恩是谁？是在柱子后面，嗯，对。你有来右边是啥？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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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还是要有一个人来，就是轮流讲步骤。我不知道这个 MC 是出了什么问题，就是我们 MC， 我们 A 组的 MC 就是不希望有那种哦空气凝固的那种感觉。然后我感觉这一次我们 MC 四的这一组 MC 就有一种一直凝固，一直凝固，一直凝固，然后就只能让我一直去换，一直去换，一直去换话题，然后越换越差，越换越差，越换越差。我觉得有可能是少了一些少了吐槽我的人，因为我的人设就是讲一些胡话，然后给人家吐槽，然后这次没有思雅在，就没有人吐槽我，对，所以我可能就是要以后要看那些人的配置，来重新定位一下我，因为我不能一直都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的话那种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人是主 key。然后我负责帮他搭话，很负责帮他配合的那种。对，但是我们不想太好，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我这边要吐槽你什么，那边要吐槽你什么。然后我们会哦，我们一般会配合个一两个，就是前面一开始讲前面的那些全部都是配合好，后面开始都是 free 的。你知道为什么要呛玲玲吗？因为玲玲会反驳，玲玲会吐槽回来。但万一你看，你像吐槽果果啊，吐槽卢卡，然后吐槽小迪，他们都嗯哦，那凝固的空气不就来了吗？那是不是不能吐槽他们，对不对？嗯，再检讨个，哇，这很蛮难过，因为我以前我在 MC 从来。我自己不，至少我自己感觉啊，我自己感觉都还不错。对，很难吐槽，因为他们不会反驳，他们不会反驳我的吐槽，他们会嗯嗯，对啦，嗯，没错之类的，就他们会配合我，但是那样不是配合我，就是直接顺着我的话讲下去，那我这样反而觉得就是没有办法让话题再继续延伸。对，哈哈也不在。对对对，他没有反驳，因为我已经习惯我吐槽任何人，他们都是会反驳。以前那些人都会反驳，嗯，至少我一直都有啊。这思雅前吧，思雅从之前 mini concert 就有了。还跟你当然啊，这个默契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就是跟谁最熟最有默契，这是当然的。这是当然的。对对对，如果下次还是这个配合的话，那我就要改变一下我们的 NC 风格。有一段是果果要呛。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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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硬一合，我就会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就好。对，所以我们下次应该不会走这种风格，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我跟贤迪奇有说，我们会再变化，会变化，再变化一下。嗯。像 MC 的风格，我一直是希望就是可以让粉丝在开心看表演的时候也能放松一下，就是放松一下。对，卢卡那个是我们一开始彩排的时候有说会让他示范，但是那时候就是少彩的这个东西，就是没说要怎么示范，所以就突然来当下就大家都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做。还是大家想看剧，大家比较想听 MC 还是看演戏之类的？
而且默默吃棒棒糖，因为我看到桌上一个棒棒糖就拆来吃。就其实说这个话题也比较严肃，因为是讨论那种未来的道路、自己的憧憬、自己的梦想，就没有这么有趣。这没有任何，就是单纯的青苹果、青苹果棒棒糖。之前演戏的效果一直都蛮好的。演啥？当然是演好笑的啊。青苹果。对对对对。喜欢做什么就做，因为但主要是我们是表演给你们看的，当然还是要迎合一下你们。那重点，因为我们 MC 这么多人，实在是不太适合一人秀。游戏哦，游戏也可以，为什么？那个二选一，二选一玩太多次。我不讨厌香菜，但是我也没有到那种会喜欢纯吃香菜的，就是有些菜加香菜好吃啊。像那种米雪糕，米雪糕你知道吗？蒸的那种，然后沾花生粉，然后沾香菜，那就好吃，特别好吃。那糖果真的是有点恶心了，太恶心了。哎，你们有发现我的妆有变吗？有吗？没有就算了，好像也没变多少，其实。但我不是说今天，各位，我不是说今天，我是说 reset 公演。我每次都很喜欢去研究，跟在之前那样。我每次都会去很喜欢研究，就是你们知道有分有效化妆跟无效化妆。你那条粉色的腮红像过敏，好，上次就眼尾有红红，谢谢你们的形容，谢谢。我尽量转过去了，你有感受到我的尽量吗？那次会拍到吗？不会。你要吃东西哦，你刚刚不是吃过饭吗？你饿了？哎，那我也要喝。那几包？这个玉米浓汤是我的，对不对？没有，你在哪里？我记得我啊，我好像有，等我一下，我好像有为什么会在这里？啦啦啦！那也是玉米浓汤。那边泡的就好了，这个不用，好不好喝？对啊，它基本它这样子。明天会太细，对啊对啊，以前那种看的比较可爱，我不想，现在不想可爱了，我现在不想走可爱风了。恭喜激怒！在那里啊，我就差那里，没有拔下来过。
谢菲尼木加粉丝团，谢谢。那要媚一点嘛，现在我要找我自己的，找属于我自己脸型的化妆。我这种脸型是属于猫系，猫系的话就是，猫系就是它也看很多哎，看就是你的，你是你的哪，你的眼睛是细长还是圆形，然后眼睛是细长的，然后鼻子是长的还是短的，是宽的还是细的，我是长的。然后细的，然后嘴巴是大的还是小的？小的，薄的还是厚的？薄的。然后下巴是圆的还是尖的？圆的。然后脸型是怎么样？就是这样。他说综合条件，我的是猫系脸，所以我要画猫系妆，不能再画狗狗妆。狗狗妆就。不太适合朴素蛋，朴素蛋是一个人吗？对啊，长得怎么样？韩国人啊，韩国人，了解啊。嗯，朴素蛋哦。他好像吗？不像。哦，我也觉得不像。他跟我看起来有关系吗？我打开了，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意思？是吧？因为你没有擦，你在想什么？你要看吗？你要看吗？你要看他们留言是吗？我没有。那我擦。哦，眼睛的，可是它很单呢，它是单眼皮对吧？对啊，它是单眼皮。无聊到没给参战，对。没给也是偏狠啊！你在干嘛？微博什么？你要吃第二轮？啊，你觉得我适合这种妆吗？不是，我也觉得不适合，一点都不适合。我想看你画画看欧美妆，就呈现那种贴大型的假睫毛，改天可以试试看。像我就很适合欧美妆，大家我是性感，我不是可爱。那天妹妹边睡边笑，我们只是分身而已。他刚。性感，我那一只超可爱，然后他一直问我觉不觉得他性感，我说一点都不性感。不是，但你昨天被标这张照片好帅啊！蜜他。我各位新男人 David。我真的不敢，不然我真的就会打断。不，你知道我还脑袋还有意识，我知道不能打给他，不能打给他，不能打给他。不然我真的是练一下。他说是北美的亚洲妆还是白人的？白人的吗？白人。那黑不黑的那种，就是留得很黑，然后算白人啊，白人的。性感吗？说我什么？我不可爱，我真的不可爱。你可爱，你素颜超可爱。可爱的人，我从以前就不想当一个可爱的人，我现在都说我很可爱，你的脸，可是 David 真的。然后昨前天我跟那个 Maggie
在床上睡觉，然后我就从背影看到他那个脸这样揪一块揪一块出来，然后那一捏着捏，好好捏、哦，很可爱，而且他抱起来超软，很适合抱着睡觉。嗯，我妈也在。Maggie 换对象，嗯，天天换，天天换，就每天都会有新的一个。没有没有。但是他可能太有钱，他可能没回你，他不爽给我，他太有钱，你是看上他有钱了？有钱有才能，又高长得又好看，有自信，运动，你跟我卫生，好羡慕，你要羡慕我，哎，这有点热血。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其实都蛮瘦的，就是很少有 Maggie 这样比较好抱的人。Nina 也蛮好抱的。不减肥会不会比较瘦？真的。你看他喜欢的那个女生，就是一个整形。哎、欸，对，你们对于整形脸怎么样？它是很明显的那种整形脸吗？你那时候看你觉得是？我也忘了它长怎样。不知道，我觉得它一定有打什么玻尿酸。我不会抱怨它，我不会抱怨男生的前女友。不会。你看一下有没有过期。嗯，过期了，过期了，这个吧，这是到期日吧？它应该不是像大陆那样标的，就其实出产日期，然后就过一年。过，那你就试试看啊，搞不好没事。好笑吗？也才过期了一年，哎、欸，2021，现在2022，那也才过期半年了，九十、十一、十二、一五个月而已，快半年了。嗯，我做不到，丢掉。那我做这个水要干嘛？不要整，就微整那种。不可能，手机拿，手机拿那谁可以接受？哎、欸，我丢了。嗯，丢吧。还没去哪位？很多吧，很多吧。哎、欸，你想要吃辣鸡面吗？是 good？ Yeah。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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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螺蛳粉。No， 我们才刚吃饱哎、欸，你有病啊、喔！那我煮这锅水到底要干嘛？那个水一直在哦，你把它关了吧。嗯，关。哦、把水倒掉，很多东西其实过期还是能吃。地址怪，地址八怪，我寄过去给你。但是前面是金华酒店吃的，那也是有经验。我听到过医美诊所的水怪，水怪是什么意思、啊？我觉得打那种。黑眼圈啊，或者是痘疤啊，或者是拉皮一下，那种都不算整形吧？你看像不像整形？我觉得他没有整，他有做医美。他整个人，他整个脸有点塑胶感。不不不，也不明白到塑胶感，因为他不好看、啊。他是不好看，那我跟他比谁比较好看？你呀、啊？你说身材还是脸？脸吧。好了，他比较好看。啊、哦，他也是欧美的。哇，他身材很好。Sorry。因为我刚刚看到他穿泳衣那张。Debbie 好爱穿。他前女友。对、啊。分手多久啊？几个礼拜。几个礼拜、嗯。他们和平分手。Debbie 说是因为他们就是因为太多吵架，所以才分手。哦。你很坏，我没有坏吧？我说的很好，我在欺负 Maggie。他到什么地步才能整形？就是动鼻子啊，动眼睛啊，那种有割的
有歌的那种，你知道吗？小谷啊，我讨厌他，就已经分手，还硬要把他的那个话抛出来。你那个就那些什么皮秒啊，那些什么镭射，那只是保养而已，那不是整形。打针就算整形了。很讨厌，说换一个吧。肉毒跟玻尿酸，其实我不太懂打肉毒是怎样。打肉毒是消还是？消。啊，玻尿酸是填充。玻尿酸也要拉。玻尿酸。哦，我要去做玻尿酸。把我拉一下。啊，可是啊，那玻尿酸会变得假假那种，对不对？笑假会假假那种，那我不做了，我不要。你打太多，因为玻尿酸就不是你的，看情趣了。那我好像还不需要欸。就是你要长期打，我还想，它不是那个。我知道没。哎，我想要这种嘴唇，给你们看。我喜欢智雅的嘴唇。哎，整容前。对啊，整容前照片，那整容前也很好看啊。看看，很喜欢，我表示很喜欢。哦，快消哦，那好浪费钱啊！你看看，好嘟，好性感。小小的，然后比你现在再厚一点，对，厚一点，厚一点好。我现在其实很薄，你们看下来的我都是画出去的。啊，失效了。哎，有没有人拿我的 Make Up Forever 啊？不见了。我就拿蜜粉，这不就蜜粉了？蜜粉饼。早上掉在地板，我把它捡起来，它好哦，我说蜜粉饼，我有看到啊，但我说的是我的 Make Up Forever， 多了解再说。肯定啊，要做之前可以，你是上嘴唇比较薄，下嘴唇感觉刚刚好。我觉得下嘴唇可以再厚一点，怎么办？好想要。是我新买的口红，我已经就算是有点那种土色系那种感觉。
妆越看越喜欢。今天没有化什么妆哎，你们知道我的眼妆是怎么画的吗？我演示一遍给你们看，搞一下。我今天眼妆哦，仔细看哦，这一根完成全部的眼妆，好，结束了。你跟我说今天妆很好看，然后眉毛也是这样用这支，然后眼妆也是用这支，然后鼻影也是用这支，然后再画一点腮红、口红之类的。今天下眼线很淡，我今天没有画下眼线，我今天是一点眼影没有画，各位，一点眼影都没有画。卧蚕我也没有画，我就画了卧蚕线，我画卧蚕没有加东西，今天眼神才没有那么犀利，因为我连银眼都没戴，各位。你的小卧蚕比大卧蚕成熟性感，我平常卧蚕也不会画到太大吧。不懂，一般直男都喜欢越素越淡越好。画在黑眼圈，卧蚕线，请叫它卧蚕线。哎，跟我念一遍：双眼皮线、眼线、下至卧蚕线、眼头、眼中、眼尾，然后这个是眉尾、眉峰、眉头、眉中、鼻翼、鼻头，眉骨、眉骨。不在家，对啊，对啊，对啊。哎，这个也要教。哎，那你们知道这是叫睫毛吗？你们知道吗？是有个睫毛，看到没有？然后睫毛根部要画的线就叫做内眼线，就贴紧，就把睫毛这样翻起来，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里面那个部分就叫内眼线。它画在睫毛上面的呢，就叫做外眼线。这些美妆小教，对，我在教你们，让你们知道我画了哪里，没画了哪里。然后我一般眼线呢，我是直接从眼尾开始画的，因为我画里面没什么感觉，所以我内眼线跟外眼线从来不画，就只画眼角的眼线。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然后唇峰不是一般是 M 字型吗？然后现在很多，我看了很多美妆影片，它都是教要把两个唇峰的那个，就是口红要涂在两个唇峰的中间，这样看起来比较好看。然后还有唇的下面这边，有时候可以拿一支这样，一支阴影笔，然后在下面这个，加深，然后就会变得嘟了，有没有感觉嘟起来了？直接就嘟起来了。然后还有唇线，你看我这边画了一个微笑唇，就直接就笑起来了，直接就笑起来了，能理解吗？一直比较听起来，这真的很厉害。但人家其实一般会用到这个，这个是眉笔，好，眼线笔，真的，一般我都用这支笔代替作用。这支笔又便宜，这支笔有够便宜，我没有要也配，而且超好用，超好用。然后我的睫毛好像快不见了，我要再去补烫了。它现在变得好乱，直接就笑起来。看我没有画嘴角的话是这样，是不是差很多？回家开始自己画，别画，千万不要啊！千万不要啊！千万不要，千万不要！男生，我下期
下期告诉你们怎么画一个男生妆。男生妆的话，内眼线就很重要了，各位。男生妆容比较着重在眉毛，就是你眉毛要够利落，眉峰要够高，然后要够凶之类的。主要都在修容，还有修容，就是鼻子这边的修容。对，男生就不用擦什么口红，就有点气色的口红就可以了。然后就不要画这个眼角的眼线了，你就直接画内眼线，直接画这边，懂吗？然后画，如果男生到底要不要画卧蚕，其实我不知道、欸、男生卧蚕可有可无，如果你想要感觉比较可爱的话，你就可以加个卧蚕。你如果你上期都没拍下期，我现在就是在上期，你这样我帮你剪出来，我觉得可以。女生的这期已经解，没有，我刚刚那个是在教直男，教直男化妆的第一期，就是先告诉他怎么分配脸上的部位，然后在下期再教他如何去实际操作，或是比如说你该修哪里啊，该打亮哪里啊。男生主要妆容重点，我就是觉得就是在修容，主要是在修轮廓。你能把大叔画娘画嫩吗？肯定能。没有什么事情是化妆办不到的，所以我你想要涉及到仿人的话，我觉得是有点难。仿妆还是可以的，但仿人就很难了。仿人有时候因为就是骨骼上的不同，你可能要去拿一些细胶啊，就是比如说他迪丽热巴鼻子很挺嘛，要拿一些那个细胶，那叫细胶，反正就是一个道具，你们懂吗？就有时候画上妆需要贴那个上去，然后割破，然后里面放血浆的那种，反正就捏好，然后停在这边，那个就是仿人。我从来都是仿妆不仿人的。我看人化妆都是日文的，中文版的这个，你都看日本人化妆？大叔变小那个可以吗？我觉得那个要先自己保养，如果自己本身保养的好的话，那大叔不用化妆都是小奶狗。你看单身级地狱那些三十几岁的人都看不出来他们三十几。我觉得化妆过程，如果你要仔仔细细的化一个妆的话，就需要差不多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像我今天这个妆呢，五分钟。我今天被女生朋友，对，男生通常眉毛的毛量都是比较多的吧。如果眉毛很深又不想剪，有啊，你就直接刷染眉膏啊。你就可以拿一个，我现在头发是咖啡色，所以我现在都会用那个单身极地。我看完了，我也看完了，刚刚看完的，休想暴雷我。是这样，就刷它就会变淡了。眉毛沙漠怎么救？眉毛沙漠救起来更简单了。我跟你讲，我以前也是个，你知道很多那种浓密眉毛的人都会把自己的眉毛修的剩一点点啊，修的剩眉头什么的，那种最方便的，因为可以任意改变自己的眉形。我被称赞过手臂的血管。OK， 手臂血管不错。我吐了。我看完。智雅，我觉得智雅选择的人跟我心中的那个想法有点怪异。你就可以拿这种。就是你不能拿走。如果你是眉毛比较，就是眉峰特别少的人，尤其是眉峰特别少的人，要注意这点。你必须拿尖的眉笔，不是这种圆头的眉笔，要尖的，然后就这样从眉头这样上上上上，然后顺着你的眉形，就是这样一根一根一根去勾勒出那种样子。但是因为这个太粗了，所以它没有办法画出那种毛流感。我觉得毛流感很重要啊，各位，毛流感太重要了。是这样，毛感真的很重要。我想把它晕开了，晕开了。
那个黑黑的直接在我的眉毛上面散开，我有点尴尬。卡子卡子，是不是？就是眉峰啊。而且如果你等你比较熟练，变得比较强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开始拿眼线开始画。但是我现在不想画，我不想卸眼线。男生如果，首先你要先去准备一顶假发，然后来找我。请问黑眼圈怎么？黑眼圈这个其实问我也蛮可以的。黑眼圈你要主要是，很多人说遮黑眼圈的时候会让就是这边啊变干皮什么。首先你下面的保湿你要做足，眼下保湿要做足，就是你可以敷一些乳液啊，或者是平常可以多按摩它，让它不要那么干。然后其实黑眼圈不要遮。不要就是一块整条上去，我这是跟 Pony 学的，就是你只需要拿一个遮瑕笔，看到没？你黑眼圈，比如说你黑眼圈是这样子下来的，那你只需要遮这一条线，你就拿遮瑕膏，然后遮这一条线，然后再慢慢的往里面刷，往里面刷，主要是这条线，各位，不要把这一块全部都遮掉，主要是这条线，把这条线遮好就好了。找不到可爱的女孩。哦，对，要去问妹妹。那老师，男生化妆品要怎么买？男生可以先从隔离，男生建议不要画太白。我看过那些很多男生画太白，然后脖子跟身体都超黑，那种看起来就 gay 里 gay 气的，你知道吗？对，所以男生买一个适合自己肤色的粉底就 OK 了，不然就是 BB 霜。然后一开始就先买眉笔，我觉得你像我买这种眉笔就很万用，因为男生也不需要画什么，你的眼线甚至也可以用眉笔来画，然后画眉毛，画卧蚕线，然后修容，然后再随便买一个有色的护唇膏，嗯。差不多就是这样，男生真的不要画太白，真的。眉笔这么好用，至少在我这边是这样，眉笔真的很好用。可是如果你要画精致一点妆容，你当然不能全部用眉笔啊。像我随便画，我就会都只用眉笔啊。如果我要认真画，我就会分。修容刷，分一下眼线胶笔、眼线液、眼线胶、眉笔，就会这样分。跟吸血鬼一样白，但是，哦，本身白的男生就还好，但是如果那种本身不怎么白、不太白的，就会看起来 gay。你好厉害，在于美妆方面吗？美妆方面吗？单身地狱，当然是喜欢智雅。智雅跟谁我都喜欢，只要是智雅就好。拜师学艺是怎样？我以前很喜欢在直播间，然后自从发现你们。不怎么需要用到这方面的知识，我就没有再讲，因为这是我自己个人的兴趣。罗斯，你说男生吗？你在问我你喜欢《单身即地狱》里面的男生吗？展龙、展瑞、志勋呢？哎，那个厨师叫什么？我喜欢那个厨师。我怎么感觉里面都叫志勋啊？世勋吧？哦，世勋。
是什么？化妆品内料，卖化妆品。哦，我不喜欢卖化妆品，我喜欢买化妆品。试训还不错，整体的相处过程。对啊，对啊，对啊。你说要选两个人吗？还是单纯选那个人？我觉得厨师很棒哎。嗯。嗯，我喜欢被推销。对，被推销化妆品。我喜欢被种草。被种草还蛮好玩的。我选哪两个吗？我喜欢智雅，智雅跟那个痴情，智雅跟那个痴情男。所以他最后没选那个哦，对不起，有人还没看吗？不要那么过分。我今天播一个小时哦。超有自信。啊，你也看完了吗？啊，我就没画什么了。不会看，你可以直接讲。你没有看过《欲罢不能》吗？我想问。谢谢流浪人的香槟，谢谢谢谢。反正就是《单身即地狱》，就是一个韩国的节目，就是。不同的男生女生，他们彼此之间都互相不认识，然后被丢到一座岛上。谢谢保罗的告白气球，谢谢。被丢到一座岛上，然后他们要彼此互相配对，就里面他们都是不能玩手机，没有任何3C 工具的，然后他们就只能跟彼此互相交流，然后看最后就是能组成几对 CP 这样子。去到岛上，对，反正就是这样，类似这样的故事，类似相亲节目，对对对，也有点像恋爱功夫，反正就是那类型的节目，就是那类型。离岛版，说实在，我没有看过恋爱功夫。而且 Film 的钟情玫瑰。哦，对，握手会可以期待一下。我已经买好一件了吧？我买好一件衣服了。我不知道另外一件要穿什么。可是你不觉得那个？看单身基地。没事。恭喜恭喜。谢谢谢谢大家，欢迎你们来握我哦，等你们哦，念个排名哦。哎，所以这个王保罗不是保罗。第三名保罗，第二名志宏。第一名流浪人，谢谢。对啊，甲骨文哇，你怎么会记得？因为你之前没念到他。哦，他没有来嘞，我
不知道去哪里。啊，两个人。啊 ，OK。哦哦，误会，不好意思，误会。哎，谢谢 Film， 哎，谢谢，差一点，下次加油哦，好不好？还好，我要下播了，真的。拜拜。第四也可以念吧？对、啊，我念了，谢谢 Film， 拜拜。记得吃呀！我吃，我狂吃猛吃，谢谢大家，拜拜。